哎，胡总。胡总，强哥，格哥，该坐，佳园，Hello，佳园，Hello，坐，OK。佳园今天是要去游泳啊？是。佳园刚从夏威夷回来，可能是经历怎么样？怎么样？现在没事吗？没事。我这个同学来介绍一下学生们吧。哦，那咱一人谢一个，好吧，一个呗。嗯。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的胡总啊，亲戚称为胡总，胡雨桐，对。我们的组合里面他也是 F man 的角色，我是一个鼓手，非常非常棒的鼓手，嗯，满哥，然后这个是我很喜欢的强哥啊，这个是唢呐小王子啊，这个吹出什么感觉都很强，是吧？就是真的很强啊，是这个实力也很强，然后呢感觉也非常棒，然后我们非常喜欢那个强哥，我昨天说的话。你就当没听，没有，我是非常善意的，我觉得应该有变化，嗯，对是。强哥刚刚一口老血在我想了一晚上，我昨天看强哥，我往楼上走，强哥非常深沉的在那个楼梯那边，哦，我看到了，坐着，我开始没发现着，等我下来他，哎，这不强哥吗？很深沉的那种坐着。啊，我挺后悔的。然后我介绍，这是非常性感的杨英格。嗯，对，这就我刚才说那个这个艺术家啊，这个把舞台做的简直是哇，然后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对，应该是梁龙来介绍龙哥了啊，龙哥，好吧，张家园啊，东北小爷，东北小爷一嘴东北话要写命了，而且他还那个比较那个海边那个味儿啊，东北再加上海边儿。难道我跟大师确认一下，我说是你们沈阳的不？他说不是沈阳的，对，那是海边的，对，海边儿的那调的，那个就是我们温暖的地球，对，我们的家园，对对对 ，OK。刚才梁龙老师说推荐口红，能不能给我们学员一人涂一下？图是行，对，但是也够，对，但是我图的过程当中，可能是不是其他老师也可以回答网友意见，要是不是，对吧？因为我是对，是这样的，就因为我先说我的口红事儿吧，都放点，对，不知道那个各位学员满不满意，因为我特意给你们四个分别挑了不同的颜色。啊，然后那个我就开始那啥，胡总把嘴闭住了。你觉得他是适合什么？胡总的表情，我不想涂，我在想这个嘴，不涂没问题，没问题，没有，开玩笑，我想试试。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咱们一说涂嘴唇吧，大家第一反应就是，或者舔一下，对，千万别舔，一舔的话就很难涂了。哦，你这涂口红就千万别舔嘴唇。给那个胡雨桐老师，我的胡总，我是去年去俄罗斯演出，然后我选了一个俄罗斯大红，我起的外号。其实不是这名，对，所以我想，我感觉你应该涂一个大红的颜色，可以是那种特别红的。胡总后悔今天过来，大红，胡总可能要疯啊！不是，来，没事，你们聊你们的啊，我这美妆不。对，哇，咱们学校，咱们学校好时尚，好 fashion 的。咱们明天干什么呢？这不是一起吗？一起来的。该干啥干啥。你们聊。因为我是给自己的头发修吧，还行。给别人涂其实我也是。你想整黑指甲不？其实黑指甲啊，可以尝试一下。老师有可以一会儿给我一个那个餐巾纸和棉签都行。你这盖是我的吗？这是墨水吧？是我感觉这种大墨水，嗯，大钢笔墨水。哦，是吗？嗯，来。来之前那个谁老师告诉你说让我要给你们涂口红了吗？没有。哇，还告诉我就不来了，是吧？原来我涂过脚趾甲，涂。而且第一次涂完口红，你会感觉什么呢？就是你嘴有点不会。怎么能给他抹掉？我就拿那个卸妆油。卸妆啊 ，OK。Okay, 稍微这样一个啊，确定的，可以，我有永久性啊，永久性就拿不下来了。我这不能涂这色儿，涂这色儿到时候弹黑键容易弹错。哈哈哈哈哈！这哎，直接弹黑键里去了。他叫可以试一下口红，他是个大红，但其实 OK。哎呦，哎，我看成这样，我可不敢的，我赶紧再等一等。OK， 不要怕，胡雨桐 OK 了，满足了吧？你的噩梦结束了，一会儿再擦。咱们一会可以合个影，然后来，那个强哥跟他换个位置吧。好，美华老师，有点妖，是不是？有点妖，是不是？男的，嘿，
你的笑话，让胡老师一会儿接。胡姐，对对对，红红红，一会儿你可以自拍照，没毛病。对，来，强哥来。我在想说，怎么没事没事，弄成红色。强哥，我给你，应该适合吧？你好像选了一个特别狠的，什么都能说。狠。我这直接就早老早就发那个朋友圈了，对，然后他们说那个他们那卡通给你修的挺瘦啊，然后那个修的挺瘦，对，但那个我的大部分朋友因为都就跟音乐有关系嘛，都觉得我们的节目做的很真实，很 real， 啊，哇哦，对，你方面有哪些人为我们点赞？嗯，都有哪些朋友得寸进尺啊？那个有阿米阿玉阿英，有王力宏。王力宏说很 real 啊 ，real man 什么弄这个、啊、对，然后还有不少呢，有挺多朋友都你这个颜色叫死亡八七是吧？为啥给我整这个呢？听说吗？这个一般男人女人都驾驭不了，跟裤子像很像。对，这个颜色有好多女人都驾驭不了，全世界就什么 Lady Gaga 这样的大牌。你这还行，哎，这还行。你涂了这个再推锁，那是不是很死亡芭比粉必须的 Gaga 的？太死亡！你就你看一说要涂，大家男人就女人上法就涂就涂了，嗯。就不要舔啊、哦，一舔就不好画了。实际我觉得强哥整这个挺好，可以沾啊。这个弄完以后，哎对，吹唢呐能吹出不一样的味道。我也是个伪装的博主，不是正经美妆博主。给咱们栏目第一唢呐画嘴唇，我也是有点紧张。镜头太精彩，还有在底下胡总这表情，他是吸的。对，强哥这本来就挺粉，嗯，那是我能排上队吗？我也排个队。嘉禾，现在网友有人问，现在看你涂的挺稳的。现在学员当中有没有人被你的东北话给同化？我认为应该有吧，就是一点点在逐渐的同化中，就是。再啊一下。好多人吗？所有人吗？杨一头会说东北话吗？哎呀妈呀，这算吗？这算吗？当然算了，算。但你还得跟他学着稍微海边一点，海边儿。我发现强哥，哎呀妈呀，强哥这驾驭能力可以。哎呀妈呀，哎呀妈呀，是吧？因为这个颜色特别难驾驭，我喜欢。好多人就是换这颜色驾驭不了，但是他范儿挺正。改颜色，对，来东北小哥，就是那样。来东北小哥，东北小哥，听说家园你来了，我特意准备了一个紫色的。因为你太能白活了，我想把你嘴给封的，把你给封的呀，紫色的、啊。哎，你别说，强哥这挺好的，是的，他颜色挺大的，挺大的。强哥，你男哥的这个表情已经爆了，他那还行，我觉得。你还不能别介意啊，因为啥呢？因为他们总说你是小白，小白，我觉得你可以给自己重一点的颜色。告诉他们你不是小白，我小紫，小紫，这个是重紫，我这个太猛了。对，这个我觉得是深紫。对，来。就简单的啊，所以昨天又录了几点？咱们现在线上多少人看？嘴唇如果累的话呢，你可以跟我说，你就闭上。然后我们昨天早上再给你转二十多万人在线，二十多万人看我们在这涂指甲、画口红。哦 ，sorry。没有，现在网上说，因为弹幕已经全部在发给楠楠涂。对的。什么涂口红？都要给你涂。喂。给楠楠涂。喂。哎，好，给闭一下啊！昨天来，没事，可以先闭一下。给楠楠子中毒了！哎呦，这太吓人了，这个。别着急，这色太吓人了。别着急，啊一下。情绪特，因为我这个膏我使得不太习惯，可能稍微涂的有点大。两天才换过。这是现代吸血鬼的色儿。这是中毒。帮他擦一擦，对。对，别擦。你整个啥色儿？哥，这人说让你整，是男男子弄，可以。这招我其实不敢使，基本上就。人说男男子说给男男子涂啥色啊？有没有说？必须你让我觉得跟你们的连接很深。网友的选择就是。那还算比较连接很深，就是我们一起嘛，我们一起要涂就一起涂。就你让我一个人。哈哈哈完了，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开心，大家全在那个失败的那情绪里面，就哎呦太虐心了。那个给杰伦的安利了，那我们那组有个达西，好，达西不就是那个说我是周杰伦那个成天那个，老胡心就细，然后那个，然后我就马上把那个他的 video 是不是小白了，转到杰伦的了，你还能记吗？然后杰伦说这个有趣，这个有趣，就咱们做电视节目，他们很能，一会儿咱几个合个影啊，一会儿我也 OK， 哇，来吧，英哥。
一会儿我就后劲了，没事，聊完的。他们说给男的先来，我先喝醉。对，跟你接触的时候，我都现在在那个大英格兰，英格兰男复杂的那些，男的直接英格兰，先英格兰，先英格兰。后来我觉得，我觉得你们来参加这个节目就要体验这些，人生就是这样的。你卡了，你手机卡了。对，什么？去体验，听不见。喂喂喂喂喂，一到这就来来来，没事。对，来。我跟你说，今天说杨仁哥来，我最担心的就是给他涂，因为杨哥是时尚大师，对吧？对，他可以。龙哥今天就是抱着把所有人毁掉的心情来的，是吗？给他准备的是我自己的梁龙色。哦，哎呦，梁龙色，就是那个比较深的那个，对，深的那个。就是因为岁数嘛，这其实也就是那个，就是咱们通常叫姨妈红，就是。哎呦，我去，不是这么叫吗？对，没错，挺好的。啊，银哥别生气啊。好吧，这可能是你现在变成羊吗？没有，就是你可能你遇到个最不专业的化妆师。是录播，因为对于你来讲这个东西太熟悉了，真的是吗？你平常涂唇膏吗？唇膏，唇膏涂。这是我遇到的，这真重口味直播，是吗？胡老师刚才没看到你的黑色指甲，再来一下吧。对，老师你手真的很稳。哎，涂涂多好。我是给自己涂吧，我还有点感觉，但是给别人角度上来讲不是。可爱的表情啊。可爱的，比如说什么？心吧，但你得这样。哎呀妈呀！真有啊！网友们都在笑，好可爱。这节目把人搞疯了。最我觉得最可爱的是那个朴树老师，昨天那个听到奥特曼，他说奥特曼是谁？就是特别可爱，特别纯。你就是朴树老师，绝对是在自己的这个世界里，特别纯。对，哎，没有，就是奥特曼那个，没有没有，然后大家都这样，哎，然后朴树老师，那是奥特曼，哎，有人可以关注一下，加油，等一下英格准备了另外，坐在旁边默默的，因为昨天我还反应了一会儿奥特曼，加油，奥特曼，后来你知道吗？就那个，我听过这名字，奥特曼跟可赛，啊，不是，他俩不是一个吧？但是可赛我是演出，可赛是零零年我开始化妆，先的，奥特曼是从可赛后面得尝试尝试，然后再是，我没做美妆，其实就是这块，就是一个红色的英雄，也是超级英雄，一个伪装。那个叫什么？人间大炮。哦，对，昨天你们那个设计特别好啊，在你们日本那个，对，然后他们在想从那个发射出来，可能下一个环节会有一些老师和不是，他是一个咱们学生乐团的一个，就是真正在作品上合作。我在想，看有没有可能咱们去做的东西，超喜欢这个，对啊，对吧？我可以在现场，不一定是从唱这个角度，我觉得你们仨够了。我觉得可能在舞美术方面，对。OK， 奥利，英格这个是我画的。哎呦，为什么我就这什么我？他是在口红的底色，然后是你的口红，实际挺好，这个点缀了一点点那个亮晶晶。对对，符合他那个，有点那个亮晶晶。对，中间这一点有那么一点点，有点像刚漆完那种感觉啊。大师的经验蛮丰富的。OK， 谢谢英格，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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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先，男子先，我陪你，南哥这个色儿显白，这色儿这个画的可能不一定准确，但是我是想，这几个颜色看根据你们性格挑的，对，其实我就一直觉得强哥能挑战那种特别难的东西，能，对，在我们这颜色里，把死亡芭比粉是非常难驾驭的。对，然后老胡，我的感觉他是内心有那种特别火热的东西，对，是吧？第一天来的时候就穿了一身红嘛，选这个颜色很有理由的，对，就是大红，对。然后那个谁，佳园嘴为什么是碎？他说他说话说太多，让他闭嘴。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都说你是小白嘛，就让你的颜色就特别重，特别重，对。然后那个谁，英格其实我是最头疼的。最后我想一下，就是涂一个。我现在比较喜欢的红色，然后中间点缀一点亮晶晶的东西，这样可能有点金粉好像是吧？大概，可以请我们的四位。如果说前面有一个定妆吗？等一下，哥，你看这四位里面非要选一个颜色，你觉得哪一个好？我这个，这也不行，不梁龙哥，我已经有这个，就非得选一个颜色，你觉得哪一个好？哪个都不好。那边还有一个煞白的，那个太恐怖了。我这真是中毒，那个不行，这不行。对不起，真的冷场了，我真的没事没事。那你选一个，网友都让自己选一个。对，你来一个吧。给我们的。哥，你选哪一个？我是那，我觉得那个挺好。芭比粉了啊，芭比粉。懒哥大师很有挑战呢，哥直接来吧。好的。不，你先来。我们就算了吧。等一下，你是要他们四个有个定妆是吧？定妆照。说是楠楠涂完再拍照，来最新的弹幕。为什么我涂完再拍照？从
对，一起来嘛，六个人一起嘛。哎呀妈，这我们也涂啊。对，梁龙老师。对，先给男男自己来一个吧。好，他不是梁龙红吗？但是我自己给自己涂，得有镜子。哦，这有镜子，好像是那边是吗？我的妈。先给梁龙老师和楠楠涂吧，他们俩都选好颜色。对，他说梁龙老师和楠楠，梁龙老师行。真是难，我这涂的水平很差。就他那色。行，我觉得还行。还真行啊。我的颜色。对。嗯。稍微轻轻的啊就行。对。我知道今天下午这个校方在告诉我干那事儿，其实我平常还真不怎么涂口红，我给自己涂吧，角度不一样。啊，你给别人涂就是在那个不是那么熟练的角度。就那还是自己好，自己的那个习惯动作就撤了，就真受不了。这已经挺怕变成明日美妆接触了，美妆美妆秀，美妆之子。看了。后来我回家我就想，其实不是节目的问题，就是我自己的问题，就是这儿呢就在现场，巧了，把心放下，就在节目现场，是哪个乐队呢？因为我这几年还行是吧？还好，我发现真的今天真的哥刚转过来吓我一跳，该你的了，快点，你吓我的，快点，给男男子来一个，男男要哪个？男子来那个吧，挺封闭的，紫色吗？有点狠，是你看你吧，行，你看这是 OK， 我试一下紫色。哇，有两年的时间，完了，咱们今天是被接触好多人，这被陷害了，是我强弟啊。但是对不起啊，楠楠，我涂的不是很专业啊。没事没事，我看你大概想笑一下，忍不住。没事没事，随便。没事，你笑我也高兴。我艺术现身，给你们解解压。其实你知道，真的确实是这个芭比粉是特别难驾驭的。他们等你，哎呦，讲你的经历。男男子哦，男男平常涂，我觉得真是很难得。啊，简单颜色也不错。那男男，我觉得驾驭这个挺好。我也不知道他们会讲。男男还真能驾驭这个，你说你从小这不是一般人能驾驭，我觉得我这个还好点。我觉得这个在某些特定点出是可以玩的。对，你挺好，奥运因为那个上次咱们开幕学校开幕那场也出，特别对开幕那场那首唱那歌我觉得就可以这个，哦，就特别火的那个，我身边特别深的那个。就做这样，没正喘气，没事。我现在不管动了，没事，挺好。你还真能驾驭，说的刚才。这里也就你能驾驭这个。张家元对着我笑。对，张大元是真，张大元是真。张家元讲话了。对，男的你有今天。对你这个看着不太舒服，他这行，他能驾驭。没有对比，没有伤害。我懂事，我就先闭上麦。我有一个疑，就是第一天的时候就有一个疑问，就是比如说你喜欢户外，还有他网友问题没出，有点冷场。这样我看来就是说。那种东西跟比如说你享受生活，比如说你去享受红酒，我觉得感觉这两个是完全相反，不可调和的那种。OK， 那种。OK， 好，就好。现在呢，但我觉得一个是内心 OK， 好，男的好坏别让我气啊。好，非常酷。需要有帅，挺好的，你能驾驭。你能接受吗？我跟你讲，他能驾驭这个事儿，不行就擦掉啊！你真能，你看，他能驾驭，很酷的，他可以。在现实这个生活，拍张照片之后，找到自己就是喜欢的。OK， 好 ，OK。来，我们三二一，但是一个 pose， 一个 pose， 享受生活的那种。来，二。男的，你挺好，结束了，挺好。对，我行，我这个。男的，你这个其实你可以尝试一点带妆去演出，我觉得是可以尝试。他能驾驭，直接辅助老师叫鱼。幸亏结束了，你知道吗？好。不好意思，同学啊，辛苦了，辛苦了。一会儿你把那个自己擦一下。各位一定要关注我们明日的卸妆。楠楠找一个湿巾擦一下，楠楠啊，那个大师，找一个擦巾湿巾擦一下，谢谢谢谢大师，一会儿见啊。没跟我说直播是这样，一会儿见啊。你别擦了，一会儿咱们就不见了，别擦了。哇，太美了 ，Lady 郎朗。我先坐中间，我 Q。不擦不擦不擦。是，我们坐那儿吗？我们坐那儿吗？坐中间。你坐中间。
啥？抖音可以告诉网友导师秀在下周。啊，就是我们下周有个导师秀，然后呢？没事了。啊，没事了。哇。好了，刚刚老师。校花来了，有哪位同学来接一下？来，对我们校花来了。校花来了。好，现在我们网友解答了很多疑惑啊，接下来就是先邀请我们明日之子的明日高校的校花，跟我们一起解答疑惑。嗯、请来。校花，给他放中间吧。那我要包出来吗？哎，解题了，直接。花花，花花有点紧张现在。这位就是我们的哦，花花没事，哎，这都是明日高校的校花。嗯，这可以看到这四个大姐，他叫霍英花，他叫霍英花。然后就是今天啊，今天我早上那天我就是今天贼特别乖，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特别乖，但是我还是就是尝试着去安抚一下他的心情，他就把我咬了，还好吧？哦，还好。被大家的口红正看到了，不如来擦擦一个。可以可以可以，还擦一下，擦一下。别收下来，就那个老吴来一下，不要吓到他了。他可能被那个我们的校花可能被我们的口红颜色吓到了。说是这四个姐我不认识，我没见过。这玩意儿好像擦不掉。我帮你擦。那梁伯伯别有用心。哇，你这上面玻璃玻璃的，真的，真的。你看，哇塞，超波灵波灵的，还有点喜欢。啊，那我还擦吗？擦一半，我觉得。擦吧擦吧。现在这种阴阳对称。擦吧擦吧擦吧。老婆你别停。不要停，我觉得我要好好去给他擦一下。好的。啊，一个。挺奥利给啊。但是那个波灵波灵就不能全擦掉了，啊、因为太多了，那就会剩一点点。那就不灵了吧？还挺好看。可以。二呢？这个。还有好多的网友提问，我们一起来回答一下吧。没有，怎么说呢？对的，怎么说呢？现在这个口红它是擦不掉的，先就这样吧。那肯。这里有一个提问啊，想要给到那个永强，你的照片是什么样子的？可以给我们看看。哦，对。我能不能说不可以就不给看了？咦。先咬你咬哪儿？咬手，没事了。没事了，流血了。没有。我那天被他踹了一脚，然后直接拉了个大缝。哇，指甲贼长。这兔子贼有劲。很有劲，哇，那后腿蹬蹬蹬的。对，而且你就坐在那就行了，就坐在那里。而且兔子要找家，你知道吗？你给它放出来，它就啪跑回去了。对对对对对，可有意思了。好，首先是这种的。我放在这儿可以吗？可以，你可以大概介绍一下啊，这个照片。好，我一般用的呢是地调的哨片，因为经常吹地调的唢呐嘛。它怎么说呢？不同的厂家做是不同的这种宽度和长度，但大差不差，都一个调。然后材质是芦苇，然后下面是铜丝，然后再给它压一下，然后。再烫一下，让它定型，保持这样不用就不动，不变形。然后这就是哨片，然后还有这种大的，这个是大 G 的唢呐，当然还有小的，比如说 E 调。当然我知道我跟你们说这些你们也听不懂，反正问这个问题我就是要回答你们哦。正好我现在知道了吧 ？OK， 我收掉了，谢谢。好，可以。整活了，整活了，整活。哎，这我是不是应该稍微先把霍英花先，你先卖。你真的小心一点。对对，我把它先放回去。它现在它听不了太大声音，就那个唢呐那个声儿那太大了。哎，这届网友不好带呀！你把那个放地上，你把那个放地上。那别人都这是底儿，这是底儿，干嘛？这是底儿。他爸把霍英花吓了。他俩主要是怕被霍英花一吓着之后咬他俩，应该是。
哦，对，现在就是开始一些快问快答的一个环节。好，第一个问题我看一下，谷雨桐，哎，你除了打鼓之外，你还有啥技能？啊、哦，我还会爬山，开玩笑，我还会唱和声。啊、哦，嗯，哎，那听说你刚才说你最近去爬山了？我最近唱和声了，没有，我最近爬山了。对，爬咋爬？带着相机的那种爬的。啊，带相机爬山？带相机爬山。你这个嘴，你这嘴跟我说话，我就特别不想正经回答你问题。不是，就感觉你不是什么好人。那咱继续啊，那个你爬山都你爬哪个山啊？无锡的叫惠山。惠山？啊，爬到顶了吗？你刚才爬到顶了吗？爬到顶了吗？马上 almost 差一点点就到了，但是最后太累了，坐缆车了。因为我还要在山上做一些什么其他的事情啊，我就没往那个最顶上的爬，我要拍拍照，我要拍照，你知道吗？啊，我在山顶半山腰要拍照。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问题。停，我先。好哦哦哦，来了，我们稍微避让一下这个，我也有点。整活、啊、你别唱，你一唱我就吹跑了。老胡来个和声。老艺术家，我已经给自己送走了，现在已经老艺术家了，老艺术家了。我听他吹，我都有点冒汗。好，下一个问题是给杨英格的。哎，你会根据每天自己的穿着来安排自己角色，那你给我分享一下，你今天是什么角色？实话实说，对，这两周太忙了，没有时间洗衣服，所以我今天的角色是没有时间洗衣服，然后只剩下一套衣服的男孩。洗衣工行吗？好，下一个问题，哎，严永强，哎，小谢，这是什么问题呀、啊？如果你遇到你喜欢的女孩，你会用唢呐吹一首什么曲子向她表白？吹啥都跑了吧？对呀、啊，正跑，我的意思是正跑的啊，就是音量特别洪亮，对，然后对，不没事，不用解释啊，不用往回圆了，你心里都懂。对，我心里都懂，不用圆，我能理解，我会吹。这个问题是我们节目组问的吗？还是网友问的？网友问的。嗯。奥利给！因为节目组没手机啊，他们也假装网友跟你问的。那我就，来吧，你把我当成那女孩吧，来吧。对着他吹。强。对。强，你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结束了，以为还有呢。以后你每天教我吹一小时唢呐好不好？我好喜欢。哦，一小时是1000块。你不是喜欢我？我是那个女孩吗？我不要钱。我是那个女孩。哎，好，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哎呀，这个问题问过了，再换一个。杨英格，你一直身材都这么好吗？我只是。能身材吗？我刚刚说身材，我的身材。出来，你一直身材。那是他们辽宁那个口音，就是、没有，老喜欢。你一直从来讲、你一直身材都这么好吗？我之前200多斤，真的假的？打死我也不信。真的，什么时候啊？一直到我18岁。
就是对我从小就很胖，我家人都很胖。是生活发生了什么？那你是几年？我是受到了什么样的打击？你几年没吃过饭了，瘦成这样？吃的就是就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了呀！18岁到现在没吃过饭，没再吃过饭，都是我家人都蛮胖的，我有五个姑姑。行了，可以了。那个弹幕上在公屏上打出来，理解，原谅，理解。好，对。胡雨桐，你在生活中是什么担当？啊，可以了，童哥，可以了，给他留点面子。我笑点说到笑点了，那生活中担当，我是一个苏啊，我是一个管家吧？管家那是啥？我是一个后勤部长吧？OK， 我是一个爸爸。你真的是个爸爸？那就你之前跟那个小熊还有。大哥小善天天就像一个爸爸领着三个小儿子就是在打乒乓大世界的感觉。最恐怖的就是什么，就是我记得老胡来这儿买了个冰箱。对，买了个冰箱。那家里总得有点家用电器吧？不是，就让孩子的营养跟上。对，真的买了这么高的那一摞鸡蛋。不是，你知道泰勒为什么可以那个啊、哦跟你们身高差不多吗？跟你身高长高了这几天，就是你喂的，你的牛排喂出来的。你们在讨论什么身高是吧？哎，强哥，别拉我，强哥坐，我还想听那个唢呐。不要，强哥坐。不是强哥，现在他就走，他就更缺一个新儿子。那你来我寝室吧，去你寝室。下一个问题，张家园，我问我自己的，可以现场量一下我的腿长吗？又是我又凉了，到我这儿，真的，别每次他走过来，我感觉到脖子，腿都没你长，是有那个那什么？张家园的腿，张家园的腿到我这儿，没，有这个问题，应该有那个尺子，应该有那个尺子呀。有墙和家园比一下吧，看看到。不是这不坑人的吗？这不是。来，我们到前面走一下，看看。英哥教张家园走个模特步吧。对，你来走模特步吧。嗯，一起来吧。好，可以。一起来吧，来你们三个，请三位上来，你们三个来吧，演一下。我这个突然吃坏肚子了。我是有偶像宝贝，少不了你，看看。来吧。一起来，模特步。来。我先看一下，要不吗？给我们安排一下位置吗？导演组，麻烦你们配个音乐可以吗？让他们找点感觉。强哥吹个，强哥吹一个模特步的背景音乐。吹个风，来起来，走起来。1、2、3。哎呀，可以。我来。你他妈走呀！就我们设计一条路线，就从这儿走，往前。可以啊，走远一点，侧的吧。什么？先老师先来。好。动作多快？120嘛，一般就是模特步，110吧，我记得。刚那个可以吗？可以。1、2、3，Go！哎呀！可以。这怎么突然加速？他那个就是我当时我看袁哥，他那个模特步走的有点诡异，就是配上那个曲子。你们结束了吗？这个问题好像结束了，腿长这个问题就已经忽略了。我好像记得我量过，好像115，好像。115。快答的环节吧。好。问的都是一些会大点直接回答人名。好。二一不假思索的回答啊。谢谢。第一个问题，谁是明日之子起床最晚的成员？哈拉木吉。哦，居明啊，还有哈拉木吉一起。居明，一名，居明，然后和墨迹第一名，他俩。他俩，哈拉墨迹和居明，就是墨迹第一名。对。好，第二个问题，谁是最爱吃的学员？他吧。爱吃吗？你同意吗？谁最爱吃？没见过。居明爱吃，居明爱吃。他是又吃又睡。床底下全是吃的，是吧？好，第三个问题，谁是臭袜子最多的人？谁的臭袜子是最多的？马天元啊，马哥，对，而且他臭袜子散布在整个寝室的这各个角落，就是寝室楼的各个角落。奥利给！谁是最爱美的学员？他。到底是谁？我指的英格，不是他最美。谁是最爱美？
为什么是我呀？老胡，真的吗？老胡有一套完整的化妆产品，啊、对，超完整，老美妆博主了。就当我可能起来这发型什么还是乱着，然后脸上都是痘的时候，一个精致的老胡就贼精致。就是平时没有化妆师的时候呢，我会拿化妆品放这儿，然后后面开始排小队，5块钱一位。啊，就是快速上妆出镜，本能收回来吗？小本卖卖。好的，谁是最爱吐槽的学员？我吧，我比较爱吐槽。你最爱吐槽啥呢？天时地利，地利和人和，我啥都吐，反正。你今天吐槽了啥？就这个口红的颜色吧，感觉有一点不太适合我。哎，谁给你涂的？没事，要敢于说出来。现在看起来像湿气有点重，你们需要针灸。请问谁是胆子最小的学员？任一鹏。啊，对，任一鹏，鹏鹏。为什么？为什么？第一期的时候，鹏鹏抓着麦，阿巴怎么说？阿巴，对，那会儿我特别尿急，妈呀，看到他说那个，我怎么说？崩溃了。当时我怎么说的来着？我说我更像一个制作人。不是，对任云鹏说的话。我怎么对任云鹏说的来着？有点忘了。算了，我回去再想想。哎，请现场模仿一下胡总的一些标准行为，他的标准语言行为。哇，真的就是这个，有，我走了，我垮了，你们就这么卖我？你等着，一会儿说你们还有机会吗？有他们仨吗？我想想，可以啊，你们互相模仿一下，强哥，来吧，你们模仿我，给你们放这儿，来，强哥就是，生活或者音乐上，我试一下啊，生活或者音乐吗？来，生活上就是。倒头就睡吗？在哪儿都能见着你在睡觉。真假的？我是那种不容易睡着的人。是吗？真的。我怎么在休息室里看你？是因为晚上睡不好吗？大家不，一边拉去。就是小居和赵柯，每天晚上3点多的时候，是他们的黄金时刻，很快乐的时间。快乐。全身的荷尔蒙全部这个发散出来了，调动起来了，然后玩到个5点，然后我已经快。然后就，所以你就白天就是你补觉的时间，对对对，强哥就各种补觉，就这么也能睡着啊，这么也能睡着，然后这么也能睡着。好，那你们接下来模仿一下张家元。哎，其实不用模仿，说什么呢？对对，一般都是嘴巴上的模仿，身体状态上的模仿其实没有太多。嘴巴上的模仿，跟你的口头禅什么的类型？张元。我怎么跟你说吧，就我一般别人叫我张元回，就你说干嘛，就我怎么说，张元干啥呀，对，就这样，就这样，就每次就是学关机也叫我，像就是我就朋友叫我张元干啥。模仿一下杨英格，他那种气势不太好模仿不出来，整不出来。吹拂着你轻轻摆动你的秀发蓬松。嗯，请你们用杨英格的语气和语调为我们的那个观众们安利一下我们的节目，然后你们就可以准备联欢晚会了。杨英格的吗？杨英格的语调。哦，我试一下。安利节目啊，好，家人先开始吧。这个节目呢，我觉得他做的特别棒，然后。就有像杨英格这样优秀的学员，所以说就是一定要大家要多看看我们这个节目呀，对吧？就是我只能模仿到这了，他的气质我是真的模仿不出来。哎呀，这咋整啊？然后你再用自己的语调安一下这个节目。啊，这节目厉害，就是你们就看就行了。好，来，宇强。我真模仿不来杨英格的气质。那你来张，你用张家园。大家好，我是张学文，挺像，有那味儿了。就你们看着，你反正这节目就挺好，挺好的，整挺好，整就挺好的，就是看着看就完了。我们这个节目呢十分的不错，我们的导师阵容很强大，然后学员的素质呢整体很高，尤其是像
一样的这个非常的不要脸，你自己知道就好。那个反正就是看我们节目吧，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失望了我也没办法，反正就是安利一下，你去看吧，肯定挺就挺好，就奥利给呀。你就别奥利给了，你来胡总。嗯，模仿那谁杨云格吗？哦、oh, well 怎么说呢，想想啊，哇、wow, 哦，我们这个节目的舞台真的好美啊，好漂亮，这个像动、啊、像不像，太像了这个。然后用你自己的方式来安利一下这个节目吧，我们就今天直播的节目。嗯，就来看吧，别说了啊，完事儿了。你来安用你自己的方式。我这个节目是真的很不错，看三位可爱的大哥大小弟们，大哥大嫂们，换一个用我的方式，对对，看你们怎么舞。哎呀妈呀，这节目真的老好了，哎，我老好了。不是我有这样吗？有啊，哎呀，我，你给我说个东西啊，我试一下。哎，加油啊！你就跟我来学俩事，干啥？干啥？气势出来点，干啥？干啥？对，干啥？干啥？对，你说这个节目就是真的很好看，就大家都给我看，你怎么说？就这节目贼好看，大家都给我看。这节目你贼好看，你会用贼这个词儿？对，这节目贼好看，你快给我看。超模气势出来了，可以啊，可以。道个歉。也道个歉 ，sorry， 对不起啊，我们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刚才看了个小对不起，打扰了，我们走了，诚挚的对吧？是是，行了，我们今天的直播现在，我们这个美妆，反正我们妆已经化好了，对，美妆间到现在了，然后谢谢大家，再见，谢谢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不起，大宝，好了，拜拜，这儿打吹，我就讲讲呗，都要吹一口啊，讲两句，怎么讲？等会儿啊，我不睡了。楠楠的，楠楠的。对，我得给楠楠。这是楠楠没拿的。不行，就我们带了吧。你们帮老师带回去吧。好的。对，我今天送给楠楠一会儿。拿根橡胶。哇，嘴上还有那个东西呢。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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